新竹市长高虹安20号下晡率团到嘉义市进行两天的参访，嘉义市长吴明辉也率领团队热情的欢迎，双方就教育、观光休闲、医疗卫生、经济就业等等市政议题来进行交流、互动联络，深化两市之间的情谊和交流。嘉义市和新竹市在71年同时恢复升格省辖市，并在91年签订姐妹市，至今22年双方互动频繁，近来更在中台湾区域治理平台努力甲县市交流中，展现跨区域合作的力量，共同为城市发展而努力。新竹市长郭鸿安表示，新竹市和嘉义市有真侪共同点，也同款有真侪迷人的老厝古迹。看到嘉义市的老厝，透过预修代租、老厝下增等政策，活化修复老厝，受益良多。虽然同样都是小小的城市，但是充满了非常多的人文、历史、文化，那以及呢很多的一些生命力，都在我们很多的嘉义市的各个角落可以看得到。那同时也可以看到黄敏惠市长在对于市政上的用心，包含说从整个十大的一个市政蓝图当中，去跨局处的去促成许多一些从旧城如何在做。一些再造与创新的一些用心，都可以在很多的一些地方可以看得到，包含像是我们今天吃到的这个，应该是华美西服店哈，一个30多年的这个西服店哈，就是闲置的西服店，可是可以在市府的一个用心的培力之下，转身一变变成是一个完美的打卡店，甚至也带出了很多文化的元素。那我想新竹市呢，同样也具有很多的一些包含历史文化古迹等等，我们也有所谓的旧城区，所以呢，今天市府团队来到这边呢。真的让各个局处首长可以充分的跟姐妹市的局处长做交流，那我们也从中学习到非常多，那也很看到我们这个嘉义市，我们永妈市长的带领之下，市政也一直不停的连连在得奖，所以我想市政团队在这边呢，我们也真的是非常虚心的来请教跟学习，那也希望说我们的姐妹市呢，在这样的一个交流之后，也能够有更多在不同的领域上的合作，那我希望这一次的交流能够顺利成功圆满，谢谢我们的嘉义市政府非常用心的接待新竹市。嘉义市长吴明辉期盼双方持续交流互动，唔那增进彼此友谊，也就推动两市的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合作，实现共同发展。整个新竹市府的团队真的是有又活泼又有活力，而且很重要的。我想这样的经验，这一些彼此的交流，让我们共同成长。我想嘉义市跟新竹市是在民国71年7月1日一起共同升格为省辖市。我想在这一个阶段里面呢，这40多年来彼此之间，我想各个城市发展的特色，尤其新竹市在于我想科学园区的进驻以后，很多很多的一个科技的发展也引领台湾的进步。今天呢，我们看到自己姐妹市来，这也是继民国92年我们当时彼此成为姐妹市之后，20多年来我们年年都有很多的交流。今年市长带领这样团队，我觉得在这交流当中，让我们学习很多，让我们更感动的是，彼此之间发现了有更多的情谊。很多嘉义的孩子到新竹，那新竹也有很多我们彼此之间有很多很相近的一个我们可以共同成长的更好的政策来带动。我想新竹这一个它的各方面展现的都令人非常感动。那我想在对我们嘉义是我们每个各有特色当中共同成长会更好，这是我们共同的目标。嘉义市近年以新永续出发为施政重点，结合联合国 SDGs 17项永续发展指标为施政基底，留予下一代一个有希望的嘉义市。而新竹市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方面的成功经验，以产业创新青年活力辟为市政蓝图，吸引青年返乡创业，这拢是两市之间会当互相学习、借镜的所在。透过这一次的交流，双方更进一步观摩学习。新闻电视王小璇嘉义市采访报道。